我叫小苏菲，我叫唐子琪，我们两姐妹是柬埔寨人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是带上小猪来寻饼干。对，好，我们开始。我先，姐姐，我在这儿喽。好，轮到麦麦。
好，大妹妹。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 channel， 请大家分享或 subscribe， 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